哇，哎呦，哇塞，三天以内，这一页一定会被粘起来，绝对。我们欢迎少女运动哦。哎呦，我来就在运动。哇，太美赛了。哎，你有点是不好意思，三十，下行可不可以转一圈给我们大家看一下？哎，请问您的三围是？36D、243、4。哇，36D、243、4。哇塞，我也是36、36、36。你可以给，你连头都36。这个瓦斯桶。那请问一下，今天为什么会穿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现要拍那个写真集呢？因为我平常都是拍一些比较内衣睡衣的网拍，是都是性感风格。那今天我们就走内衣睡衣来。就是平常拍太多，所以我想要挑战一些比较运动风。是，你这个跟内衣睡衣也差不多少。就是它只有一块遮羞布在前面。对，它有运动鞋。对，配上长袜运动风。是的，这样好不好？三连拍，三连拍，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造型表现个三连拍给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还需要棒子不需要？不需要。来，预备。 一，哦，哇呀！好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啊！健康，好，二，哇，摄影师爽到，哎呦，你要干嘛？森达，你走开！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厉害！三三三三三，是打死机！哎呦，运动员猫女猫女猫女，哇塞哇塞，哇塞，这线条厉害啊！哇，我站的位置太好了，厉害，厉害，是一下。 哦，看不出来是哪一种运动。刚刚那是打拳击，是？Pose。哦哦哦，踢足球。不好讲啊。踢足球会踢到。是我啊。守门员。很多种球。对，守门员。先问一下最色的啊，鲶鱼。为什么是我？鲶鱼哥。看起来嘛。嗯。哪里最吸引你？腿。腿。健康。哦。长。他算是健康的。对啊，健康。哦，也肤色也不错，肤色不错，然后。红色。 被吸拿掉比较好。嗯，对。那阿达，我觉得是他的专业程度。还有怎么样？他从里面那样子一直压的，到一直出来，他的脚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种专业的态度让我非常的敬佩。你妈的啊！不管穿什么，感觉他都会完全符合那个姿势。你可不可以弄个清新的样子给我们看一下？预备，清新。 哦，拉拉队的感觉，对对对，就是清新的内衣啊，清新，还是内衣啊，半糖少冰，那来个性感，性美性感。哇塞，老天爷，这一页一定会被粘起来，绝对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拍到最累的，曾经让你酸过一个礼拜是什么动作？它是有点像 Vogue 的动作，然后那个就是Vogue，那个字比较不符合人体工学。你现在可以做吗？它也是在地上。然后呢？嗯。那我那时候是穿中国风的衣服，然后手上有拿一根那个扇子还是烟斗？哦，烟斗。哎呦，抽大烟。现在是匍匐前进。哇哇哇哇！哎呦，哇塞，有点像卧鱼。是这样吧？然后。 你迷了，你这样子很像背景，背景杂志，是摄影师要你摆的，对，他是一本书，拍神明了，一本书说什么？苦尽甘来。那你刚刚那样 pose 叫你摆，真的是不符合人体工学，摆多长的时间？5分钟，然后就摔一个礼拜，对。 这骨头都要散，那个绝对很累，我们会抽筋的。是哦，那你有没有曾经拍过写真集？之后有打算要出。那你要走什么风？也是比较清新的。清新裸体风，内衣睡衣，健康风，健康风，对，健康可爱，对，健康可爱，少女甜美，嗯，确定不出18罗汉，你知道吗？黄大师。 有没有什么动作让我们看一下？是女星做起来很辛苦的。哎呦！哇塞，这个这是谁啊？这个哇，这个Nikita，苏子成，这个是裸体啊。嗯，对，还有这个。
这个还要必点第二。哦，这个飞起来，这个在棚内啊？没有没有，是啊，这个沙滩，哦，实景，真的实景，哇塞！而且这个夕阳只有小段时间可以。当然啊，我一定可以抓得到。而且它要跳起来要美，对，对不对？像这样子。大师，你可以抓到，我们就是说，艺人能不能在你那个时间做得到是很重要，而且这还要飘起来，你看是不是？对，没错，这要瞬间，你要手要甩，嗯，要甩那个衣服，嗯，然后跳上去的瞬间，表情还要好，哦，所以这都算难的。是不是特别有想法？哇塞，他裸体啊！我的天哪，全裸，他裸体在山上遮的刚刚好。那沙滩要不要净空？当然有人啊，要无所谓，他无所谓，尽量围。这个不是修掉的，是他真的裸体这样做。是裸体，可是有一个附钉。哦，哎，我们还是用附钉来。旁边会稍微封一下吧，围一下。用伞哦。对对对，大概围一下。因为这个没有附钉，旁边的所有的助理睁眼。太夸张了，这个我做得到吗？我没有学过那个钢管，不会。这个也是，嗯，我是说裸体。那个希望你那个写真集赶快出来，因为大家都很期待。好，好不好？那喜欢什么样男生的？一样幽默的。像康哥这种，像康哥，他别爱干嘛？他刚刚在看哪里？对，他欺我，一样幽默的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落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